哎呀，宝贝儿来了。这咋不开心呢？为什么昨天有人看到我闺蜜从咱家走出来？那我说宝宝，他来找你的，看你那家都走了。啊，这样啊？那你不能误会我呀，我是多顾家的好男人呢。不是绿头发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那你为什么昨天手机关机，联系不到你啊？我昨天跟我前男友看电影去了。我前男友？不是绿头发，你能不能别捣乱了？哎，你别误会，我跟他就只看了个电影。不是，你说这是他好还是我好？那肯定是。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，我们的童年偶像的站。是他，就是他。哎，不是，你别听他乱放。不是，我有啥毛病你告诉我，我改还不行吗？你嫌弃我呀？那我可去半面上找小姐姐去了。你看这个在半面上面有的是。你看我在上面能一 v 六。不是你啥突出啊？他们能看上你？我温柔啊。哎呦我的妈！绿头发。